没想到，真的没想到，药草师居然失宠了。众所周知，在2024年4月28日上午10点，元气骑士前传会开启 S2 机械赛季，新关卡、新角色、新城镇、新装备、新联机、新系统、永久角色体验、新内容等等。其中，在角色方面，新增基础职业新界使者，新增4个混合职业。药草师表示：“等等我，我还没有上车。”我没上车啊！我没上车。